天津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来到天津德云社的演出现场。首先请您欣赏相声轻歌曼舞，表演者张鹤伦、郎鹤炎。怎么了？听着稀稀拉拉的掌声是有点失望了吗？我们刚才一上台都听见了啊。嗯、啊，你刚开场以为是秦霄贤，对不对？何九华，对不对？啊，不是秦霄贤啊，在厕所没出来呢。嗯、何九华去厕所看他去了。哈哈，说何九华上厕所给他送纸去了，好像闹肚子，好像是。对。啊，昨天晚上就是那个上吐下泻的。嗯。啊，别这么说，开玩笑的，别当真啊。我发现我怕他不当真，啊，老秦注意身体。没事。九华注意身体。没关系，这不全都录下来了吗？没事，开玩笑，他们两个也刚才那个大褂起了点褶，嗯，对吧，在后面运一下都褶子了，对对，换我们两个上来没有关系啊，上台来可能有点失望，对不对？失望来说你们尽量给我开心点啊。不失望、啊、我们上台来有好多朋友对我们来说还不太了解，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嗯，我叫张鹤伦。遥远的那边有个大哥喊了一句，我爱你，哈哈的来呀、啊。什么就来呀，开开心心的嘛。哎，说相声呢，上什么花茶水啊？人家花钱了。花钱啊，真是的，有钱就不一样啊。你看，嗯，等你上完我再说。嗯，那还有300多位都没喝、啊、那算了，跟大伙聊一聊天啊、嗯、确实来说今天看谁来的呀？啊，我师父。我大点声，装没听见呢、哎、都是看我师父郭德纲来的。对，还有于谦老师，嗯，人两个都是大腕儿、啊、我们呢都是小学生。是，我们这叫好车别爱破道。对，说完了赶紧怎么说话呢，这是叫什么？破车别爱好道，看人家来的。嗯，当然了，怎么人也得自信一点啊。那是啊，保不齐就那观众人就看张鹤伦来的，保不齐吧。啊，你看举个灯牌，张鹤伦我爱你，你看啊，哪儿呢？行了，别回头，骗你们的。嗨，还真有回头的，哪儿的？哎，得找找啊！最后一排那大哥回头，嘎的保安举的呀，太不长心了。真是的，咱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嗯，旁边的这位，郎鹤炎郎老师，您老师啊，有喜欢他的吗？啊，算了，我谢谢各位。啊，还真是啊，喜欢他的观众都已经坐在了这个剧场的外面。嗯。没买着票啊。哈、啊、那是了，不像话。这几都有啊，张鹤伦、郎鹤炎，小学生不值一提。对了，人家观众现在都喜欢年轻态的演员，好演员，小鲜肉啊，长得漂亮，这是腊肉了。这腊肉肉松，我比他还糟践呢，是吧？都是那样的啊。但是我们来说吧，也有年轻的时候嘛，多新鲜呢啊。但是年轻人还是比不了的啊，人家天天年轻人现在都哪儿去啊？哪儿去啊？对不对？人都有的不来这剧场了。那干嘛呀？夜店啊，酒吧呀。对，著名的夜店，什么 Seven Eleven。哦，到那儿。哎，您先出来，您先出来。夜店 Seven Eleven， 对，那是24小时超市。夜里开的店吗？夜里开的店就叫夜店呢。啊，太平间还是旗舰店？怎么想家了？回去看你去。不是胡说八道吗？这是夜店，都是那个酒吧夜店，名字不一样。对，都到那儿玩，灯红酒绿，是纸醉金迷啊！好家伙，这两句成语跟哪儿抄的？这是到那儿玩去？嗯，什么 bounce bounce， 对不对？啊，都是现在流行这个节奏的嘛？什么 everybody 在你头上暴扣，什么 no friend， 他根本不是 idol， 头上没毛就是一个秃鹫。听完相声，给他一顿暴揍，死根儿。都是这个，我招你惹你了，在我这儿暴揍。年轻人不都这个吗？年轻人喜欢，对不对？嗯，到夜店里边来说，人家消费啊，花钱。哎，现在流行那个什么重金属音乐、死亡金属、摇滚金属，是吧？啊，太闹的，我不喜欢那地方，很刺激嘛。啊，那就现在年轻人有的是都是那种潮范儿才能去那的。潮范儿，你看，染个头发呀，哦，对吧？弄一钉儿，没钉儿。眉钉、鼻钉、哦，唇钉、嚯、哦，舌钉、哎呦，牙钉，您瞧瞧，下巴颏钉，对，这还有个前列腺钉，对，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不是有一颗？人那叫齐钉，齐钉、嗯，对，齐个钉子，
对，多扎得慌啊，骑个钉子。都那个什么铁圈、铁链、钢环，这钢圈的。这怎么刚从修理厂下班是吗？都那个铁条的啊，哟哟哟哟，这不看摩托啊？啊，对，就怕遇见磁铁。为什么？遇见磁铁，当着贴上。你别带那个好不好啊？都那个范儿的。嗯，咱去不了那地方。哦，喝的东西什么都什么洋的，什么什么 tequila 啊，龙舌兰，是吧，大哥？嗯，对不对？一般来说，来一杯，哎，放一个柠檬片当点缀，也是为了遮遮味儿。哎，我要去，我就不喜欢柠檬片。哦，换榴莲。换。塔提拉是放榴莲，来个榴莲圈挂杯上，榴莲还得弄成圈，对，你加块臭豆腐好不好吧？咱们这炒饭学人家没有那么犯味儿，所以说跟人家叫格格不入。哦，啊，听点什么音乐啊？也不是现在这种音乐。那您听什么音乐？传统的，比如说呢？哎，我不知道现在大伙儿听知不知道？我们那年代都听什么？像什么那个？咱们这年代啊，周杰伦。哦，都知道。周杰伦啊。不知道 ，Go out， 什么 ？Go out， 哦，你 Go out 是英文啊？我以为刮他，我说刮人家干嘛呀？英文呀，您直接就一句 out， understand， pardon， what， what 啊，这俩意思差不多啊？什么什么英？我你说的什么哎什么哎哎什么反正英文你也听不懂是吧？我英文听不懂。对对对，你也听不懂这个。哦，咱就用中文交流就好了。行，这不刚才说的周杰伦，周杰伦小天王啊，对不对？人家是巨星了，但是嘴里唱的有点模糊啊。什么叫模糊？就听不清他唱的是什么。有吗？当年的感觉吗？是吧？他们的不能他们的并不能等着恶人的相遇深圳基本冬天你的主动间我的希望的瞬间我的等你已经落实你的年纪这的这个电视这的中间结果能的这种你之所以我的那面竟不是美的色中面我为你是真的喜悦请闭着杯可不可不的谁见过周杰伦一边唱一边乐的？因为我，你猜我唱的是什么？哎，你猜对什么词儿？我送你个 iPhone 十二 Plus。iPhone 十二有 Plus 吗？人家不是 iPhone 十二 Pro Max 吗 ？Plus 不是七才有 Plus 吗？对，我喜欢周杰伦那年刚出七。什么乱七八糟的？他唱的这个我也听不清楚啊。不，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让人一种猜的感觉。不是怎么人家就猜了，人家有唱的清楚的呀。比方谁啊？什么？千里之外呀、啊。那是费玉清唱的。怎么费玉清唱？那俩人对唱的，就像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清楚部分都是他唱的。是、啊。费玉清唱歌还很有特点的啊，看着上方的灯，看灯，抬着头，这只手揉着心脏。怎么了？真情像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就在最冷枝头绽放，万丈阳光照耀你。换这边，我。行了，可以了。大家好，我是小哥费玉清。灵魂附体了，您这是小感觉啊，写的都是小感觉吧，有点意思。在周杰伦歌还是比较好的，嗯，就比方说跟套马杆什么，当时他们结合特别好吗？胡说八道，不有那么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蜀汉里是前朝的飘逸，而我只为遇见你伏笔。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习武之人切记，忍者无敌。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习武之人不去一身正气嘿巴扎嘿这应该是他唱的最清楚的歌了啊！人家的神调啊，配神曲、啊、神调神调配神曲嘛，都有这种感觉啊嗯好我们来说喜欢听就是听这种歌是你们一听说啊这年代太久远了没办法跟不上了对我们就这年代嗯他我八五年的他是五八年的我们两个谁五八年的你不是大跃进时候出来的吗
这跃进的也太大了，这个。就我81年的。那年代你们都听什么歌？我们听的歌那比这个还要老一些了。比方说呢？就是电视。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就是那年代的，是吧？我怎么觉得我要退休了呢？那是，是不是那年代的啊？那会儿我们有这歌，对不对？嗯，喜欢那个什么看什么《还珠格格》，《还珠格格》那都往后了，98年了，那对主题曲什么啊？大象放屁，当，对不对？什么俏皮话啊？哦、说错了，孙悦放屁，当。孙老师跟他还在争着呢。那个时候那年代吧，那就叫当，没有那个其他的，对不对？还有那时候渴望，渴望啊、对，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嗯，您累了，累了啊！《敢问路在何方》是《西游记》的主题曲。这个应该是一首歌，两首歌，我认为是一首，这俩都不搭嘎呀，差不多，不能够。他唱你听听啊，怎么唱啊？你挑着担。欲说当年好困惑，迎来日出难取舍，踏平坎坷成大道，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是不是一首？是。听话，我的小表妹儿。你唱的挺好的，老帮菜。呀，还有点词儿，我的老 baby。没事儿啊，小表妹儿是个什么词儿呢？听着吧，你个嘚嘚。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听着，现在词儿可好玩了啊，对不对？现在来说，听着这些啊，不习惯了。嗯。我们那时候就听这歌啊。哦。老歌啊，还有我们就。有一个我们当年特别流行的这个组合，什么组合？不知道你们知道没有？叫凤凰传奇。啊，那是你们当年的。说的好像你不是一样。我们都是夕阳红那个年代的，对不对？啊，那年代人家那时候叫神曲，又神曲了。哪个广场舞大妈没听这个，没跳过这个呀？那会儿手机里还这个呢，对不对？嗯。又当年有什么，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翔，遥远的边疆，随我去远方。为什么这歌叫神曲呢？为什么呀？就因为这歌，你看它的节奏是神奇的，怎么放什么词儿都正合适。那自由飞翔就是自由飞翔，还放什么词儿啊？什么词儿都合适啊。放什么呀？比方说《唐诗三百首》。唐诗，哎，放这里就是正合适，这不胡来吗？你看，比方说啊，啊，那个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是不是很神奇啊？这就是偶尔的一首，让你给凑上了。什么叫偶尔啊？啊，什么叫偶尔啊？干嘛还来劲儿了？对了，这我这就能耐，别的也行啊。当然了，唐诗都能搁里边。当然了，裤衩着火，当然了。这是个什么俏皮话？这是老词儿 啊！来，悯农，我听听。悯农，嗯呐，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还真行啊。当然了、啊、当然了，咋着又燃了。你甭来这课，再来一个行吗？可以啊。咏鹅。别乐别乐。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还真难不住了啊！当然了，已经快着没了啊！好，好，好！早发白帝城，好没听。朝思白，朝思白帝，朝思白帝彩云间。来呀，快点！哎，这字儿多啊！快点来吧，你个老 baby。张没戏了。照着白的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双停不住，情如一钩万重山。嘿嘿，嘴皮子倒挺溜骚，能耐哦，
这叫什么？这叫什么呀？纱窗擦屁股。怎么讲？露一手。对，哈，您这太恶心了，这个都是能耐。好家伙的，以后别老拍我了啊。就是你也来点能耐呀。我来能耐来什么呀？你看我，要不说捧哏的来说啊，就这点。怎么了？逗哏的当当当，成本大道捧哏的嗯啊哦，就这个。我们是这样的，就跑台上听相声的。他十八字真言吗？嗯啊，这是哀海又何别停腾，就这么点词儿。别停腾是什么？有那个拿那扇子打他们，知道吗？嗯，别停腾，是吗？有没有这个？有这个。回忆回忆，啊，是有这个。怎么呢？但是我们这话都是在结构里边。我就就是你呀、啊，在台上也展示展示，你别老站台上骗钱啊。我没骗钱呢，我展示。来，你也能那展，你看我唱半天了，你干点什么呀？要不你跳一个行不行？好，好，我跳一个啊。我跳一个什么？能跳吗？我跳一个社会很单纯。我跳。你就不如那个我害怕鬼。不是，我是那闲诗，我是那个。那鬼魅伤我分红。我要害怕鬼，我就不看你了。我就害怕你半夜让我睡不着觉。就是他，知道吗？打呼噜，我们俩谁也别说谁啊！呀，我真是咬牙放屁带吧唧嘴的。那是你都吃饱了，你这。嗯，哎，咱俩展一回。展现什么呀？我唱一回，你跳一回。你现在先告诉我你唱什么呀？唱一个，唱一个，唱一首《牧羊曲》。牧羊曲。哎，有个好家伙，这估计跟亲爱的朋友们都代沟了。这是少林寺的主题曲，对，李连杰老师主演的那个。要不说我们这个年代就喜欢这老的吗？啊，对不对？当时画面极其唯美。是，我一唱，你把这个舞蹈啊，就那个歌词舞蹈的方式，哎，这让大伙看看，没几块成精飞起来，在空中砰的一下那种感觉。大过节的谁看这成精的？这个有看的吗？这个对不对？展示一回吗？啊、行行，我试试，我琢磨琢磨啊。再来一回，好，我准备准备啊。干嘛还露出三短的胳膊？什么意思？三短的胳膊这词儿。修长的小胳膊。修长都说大腿。不是，你看，你、啊、你看，咱俩差多少？确实，我们俩这颜色确实一黑一白啊。但是这么短儿，哎呦我的天，真好玩。嗯，大伙看看什么什么叫煤气罐成精啊？你看露出修长的小短腿儿。你看，你老露腿干嘛呀？我的天！你这胳膊比我刚才是六步走上台的，他是十四步。我们就为了省电，你知道吗？来一回啊！来，哈，不行，我还得再记。哎，走吧，干嘛还记记呀？没事儿，好，就对对对，确实太短了，还得往上露露。来了啊！来，你往前这站点儿。好，刚才你说周杰伦没听说过的就是他。来了啊！日出嵩山啊，这是啥？日出。这太阳就叫你举起来了，就这样。哎呦，这可以啊！来了啊！日出嵩山啊，晨钟惊飞鸟，林间小溪水潺潺，坡上青青草，野果香，有山花俏。跳，羊儿跑，举起鞭儿轻轻摇啊摇，狗儿跳，羊儿跑，狗儿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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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是牧羊犬、啊、我这是牧羊犬。别唱了。这世界很酷。